什么？谢钟颖的星星应援版。嗯哼，是什么意思？不会是因为有洗头了，所以不会是因为有洗头了，所以才露额头吧？不是，是因为今天戴安全帽，然后我的头发被压扁，我就把它弄起来。被发现了，被爆兔子猪赢过凤梨了。Hello 四爷，今天压线失败。哦哦 ，Hello 树宝宝 ，Hello K U O Q，Hello 拉拉队 ，Hello 关压线失败。哦，退货哦，我先报道，要继续开校友会会议了。好，月月加油，猪猪倒数给我压线退货吗？计时算啥时要退？不是 ，Hello 1103，一票之差吗？真的假的 ？Hello 易凯，我回去了，爸爸好。现在发生什么事？小浪花 ，Hello 1103 ，Hello GK，Hello 三龙 ，Hello 发生什么事 ？Hello 到 Lucy I，Hello 天月初冬 ，Hello 三龙，谢 Lucy I 的我来签到了，压线仔失败退货。那个倒数心跳越来越快，Hello 小易。Hello 四爷 ，Hello 谢谢发生什么事的小浪花 ，Hello 小易 ，Hello 笑易宝宝 ，Hello 临门一脚 ，Hello 九一一吗？九一哎真的耶 ，Hello 九一一，谁知道 ？Hello 打十个 ，Hello fly， 谢谢宝宝的看好我，晚安，那肯定是祖祖王军头的，才不是嘞，这很公平的好不好？Hello 史密斯 ，Hello 好姨，那就是兔子猪好不好？崽子猪，崽崽猪，崽崽猪。我的意思是没有玩到压线，首日就不小心买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意思是说你在最后的时候退货了，害我很难过。哦，你退货了，谢谢超无此人的彩虹塔。Hello 幻翼，谢笑笑的小浪花。哎，竹幽竹盲掰，好的，右笑好低掰，谢谢笑笑的小浪花，茶无止人，谢谢你的彩虹塔 ，Hello 幻翼，万神来了啊 ，Hello 蓉蓉 ，Hello Jacky，Hello 夏霜，兔仔机器动的，机器动的很厉害，兔仔机器是什么 ？Hello Team。原来还可以退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退起来不行，又要开始猪与凤梨吗？猪兔猪与凤梨，压线退货失败，你要怎么陪我？嗯，当然是没有啊，我今天也没办法唱好运了，我今天有点烧香。Hello 姚 ，Hello 我就来 ，Hello 唐三 ，Hello 香香 ，Hello Jeff。祝我明天生日有好运来，可以听吗？我明天。微博，我后天唱给你听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喷火龙神 ，Hello William，Hello HZS，Hello 飞宝宝。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，还是那一个年轻人。Hello， 幻影战士，战狼没有好运来，谁叫你昨天拼命唱？对，因为我礼拜一早上去唱歌，晚上又唱歌，然后礼拜二。唱歌，我今天就没声音了，退货太二戒了，下次我再尝试看看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唱很好啊，耳根清净很多，不行。你的声音那么沙哑是可以的吗？不行。咕咕猫，谢谢史密斯的小浪花 ，Hello 陈恩 ，Hello 滴滴战士，元烂宝没买衣服，不要唱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阿烂没有吗？他是变阿烂宝了。阿烂吧，你都叫他阿烂吗？什么啦，我都还没有打完安呢，你这个名字用过了。哎，我有哎，什么有啊？我阿烂有啊，原阿烂，哎，我觉得好好听哦，原阿烂，原阿烂。Hello 阿西，谢谢史密斯帮我分享直播间，沙优宝宝 ，Hello 成龙，再唱小心一点。谢谢史密斯帮我分享直播间。Hello 思康 ，Hello 贾鲁特，我们又可以晚安。
Hello 中心 ，Hello 旺旺宝，你有去麦麦的毕业演出吗？没有，最近有点，我也要为我自己努力。你好，袁阿兰。Hello 切尔刀 ，Hello 草莓仔 ，Hello 小白兔 ，Hello 剑侠 ，Hello 悬崖 ，Hello 一涵，谢谢。发生什么事？这首歌在说我吗？喋喋不休。这首歌我很喜欢耶。山丘 ，Hello 龙幻灭，你好。袁阿兰，退货早就退了，两倍价卖给袁奶包，包奶袁了，真的假的 ？Hello 神维 ，Hello 幻 ，Hello 幻瑶，晚安 ，Hello 罗杰，晚安，我是新粉丝，是这样子吗？你为什么有勾勾呢？Hello VIP， Hello 凤荣，是幻影战士吗？今天也太多我不认识的练习生了。谁？这个先不要。你自己能不能毕业都是问题，还去别人的毕业演出？我不是在努力了吗？金思阳，祖祖晚安呀！现在宣传真的很有效，哎，真的吗？有紧张是不是？Hello 小雨宝宝，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。都想追踪，都不追，都不想追踪，只想追我。哎，谢谢旺旺吧，好好好。AKB 这边叫研究生哦，是在讲我们吗？还是真的练习生？我来打个招呼，继续去整理行李了。好，加油，要记得多带一点泡面去哦，不然你不要饿到你自己。Hello 不平 ，Hello 流星，有在努力吗？有。越过山丘，猪猪变成抽头，喋喋不休。猪猪不是很有把握的说吗？你能准时毕业？当然。你这样说，看来毕业有点危险。没有，我可以，有点担心。啊，真是相当的担心啊！而且我今天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超肿，有没有感觉这边肿肿的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过敏吗？Hello 七叶 ，Hello 九宫格 ，Hello 陈笨，夜雨 ，Hello 夜雨，练习生是韩国用语 ，Hello Mo Maxa 是吗？日系的话叫研究生，猪猪的话叫宝宝，树宝宝也没有，不要才不要，不着不用着急毕业，慢慢来，没有啊，我的学分是很不错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你太笨。什么我太笨？现在阿米的小浪花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超爱你，谢谢齐恩。Hello 戴戴 ，Hello excuse me， 现在反正搞丢，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的湖。喋喋不休，让此刻变得更幸福。Hello me， 是不是有一点久不见了呢 ？me， 日系是没有，好吧，蓝莓妹妹，你才，我是天空，好吗？我是天空系女孩。毕业不毕不到业就直接一不行，赌十杯可圈可。我不要可圈可，我就不喜欢可圈可的茶，你一直要给我可圈可，我不要，我想要茶室圈雅比较好喝，跟我同时毕业一点都不浪漫，居然被发现了，我已经火眼金睛啊。Hello 金房绿 ，Hello CHIH，Hello 赌徒 ，Hello 培培 ，Hello 东谋，我会念了 ，Hello Tom， 现在命的稳手里 ，Hello 王鹏鹏，王鹏鹏是我的同学吗？我们明年再庆祝你毕业，不要这样对我 ，Hello 坤坤。不要让祖祖脑部运动过度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认真念书，请大家不要这样 ，no no no no， hello h u y u h u y y， 可爱的名字，哦、要是不是喉咙沙哑，就安分一点，只能赌养乐少，什么什么，什么是养乐少 ？hello 季风亮 ，hello 罗杰。Hello 玉霞 ，Hello 季风亮，跟你指定啊，你成功毕业了，我请上。圈是比亚，圈是比亚。
雅，茶室圈雅 ，Hello 鸟仔。安安，那祖祖脑袋会体力透，那祖祖脑部会体力透支吗？这我就不确定了。Hello Debbie， 哦，养乐多，养乐多，嗡嗡也沙哑了，你看，完蛋。各位啊，祖祖说他认真念书哎。Hello 三木，就恭喜你哎。多头啊，看到你这个打结的口语，让我觉得我有点信心了。不能打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读肥老母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史密斯，那是什么？什么是肥老母？圈士比亚是不是啦？不是 Shakespeare， 不是我们的英国文学家，是我们的饮料店。下着温机啊，忘了所有的好。我不是在努力了吗？你要跟祖祖赌这么大、哦？谢谢包奶员，大家一起谢谢包奶员，请客。变成了煎熬。祖祖晚上好哟，晚上好一山，晚上好小风仔。是这样子的吗？哦，那胖圈爹的相反是不是？感觉这个赔率，先努力减肥吗？我很努力啦、啊、！Hello， 乔乌子人 ，Hello， 北原神推 ，Hello， 汤姆，还有思涵 ，Hello， 赤木，我很努力了耶，我很努力减了，我现在还可以，我觉得。偷了奖，有点老不见呢。北原神推推，赤木木。谢谢北原神推推的小浪花，宝奶源可能会赢哎哎，是我吧？欠揍！我觉得祖祖很恐怖的说，祖祖很恐怖。为什么祖祖很恐怖？你很努力啊，看昨天的直播打。对啊，我超努力的，我猜我一定赔惨。很好啊，赔惨的话就是那个啊，就是表示我你每天都在说减肥，但你每天都在吃播。我今天没有了，我今天只喝了一个木瓜奶奶。为什么今天都是这种老歌、啊？我不相信祖祖在减肥，每次都被祖祖唬来，不用减了，每次都瘦脸开最大就好了。我现在是开30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麦自行解释，真的。努力到喉咙沙哑，对，你看我多努力。谢谢涛哥奖的彩虹糖，谢谢涛哥奖帮我分享直播间，又喝，很好喝哎，老豆芽 ，Hello 嘉宾。如果我赢了，原主角有什么惩罚？自己说。你喝太多会肥，才不会嘞，不会。Hello 钟颖，谢谢钟颖的彩虹糖。Hello 阿春 ，Hello 啊。不会，祖祖不会，祖祖会瘦瘦的，祖祖很瘦。Hello， 青云。我好期待我的那个 T 恤到、哦，我的 T 恤什么时候会到呢？谢谢飞宝宝的花枝精粹，要煮一年不能吃麦当当跟肯圈鸡。啊，你喝那个糖分很高吧？不会。没有，并没有。谢谢赤木 ，Hello 148540 ，Hello 星云，谢谢嘎逼。你的肥不是来自喝木瓜牛奶，是炸物。你看我又长痘痘，讲到这里，我这边又快要长一颗，我觉得好烦哦。你说肯德全吗？对啊，肯德全。谢谢赤木的花枝精粹，谢谢赤木，肯德全，肯德全你在哪？肯德全，谢谢嘎逼的许愿瓶，肯德全和罗杰，肯德全，喝木瓜牛奶也没有长肥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，我还是很瘦。你的肥也不是来自炸物，而是炸物，而是来自爱吃，才没有呢，我只有一点点爱吃而已。惩罚没有，握30分钟，票原来宝自己买。
好像有没有好像我都蛮赚的耶，觉得烦还一直吃，觉得烦还一直吃炸物。我忍不住，我真的忍不住，一切都是我的味蕾害的，他都不听我的话，一直流口水。你为什么要提这个？Hello MCMXC2， 你好。Hello 海阔天空，这样我要包布哎，不能那么自私。你可以30分钟，然后最后一个到，是这样吗？30分钟就快要包布了哦哦，那应该不也？大家应该不也什么意思？就包布啊，下次不跟你抢。好期待呀、啊！不过30分钟的话，至少要250张哦。那一张多少？不介意啊。我帮宝奶员算算看，他请客比较赚，还是他30分钟握手会比较赚，比较赔率比较低。我等祖祖第二步再挖哈。没有问题。祖祖不要减肥，这样你就胖到走，你这样你就。不要减肥，这样你就会胖到走不出我心房。我可不可以瘦瘦的，然后也不要走出心房？不要这样。包布的话要10万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如果一杯饮料算70块，算100块好了。那要10万块，10万块可以买几杯？一杯算100块，大杯的。我该怎么想你？我该怎么忘记？荣哥哥这句很好哎，什么？你说胖到走不出心房吗？你只有一点点爱吃，但吃起来就不止一点点，这倒是也是事实啦。Hello 北极熊，10万小钱啦，黄美元自己算啊，大学生不要，我算不出来，十万几个零，个十百千万十万。5个零，扣掉2个零，1234，1000杯而已，还好啦。250张握手券大概75000左右。哦，1000杯饮料或包布，对，1000杯饮料跟包布，其实还好，我觉得1000杯饮料吃真的还好。就是1000杯还要数手指哦，对啊，而已。宝奶员自己要跟我打赌的，谢谢，我们一起来，谢谢宝奶员，哇，好棒哦，宝奶员，自己讲的开心也好。Hello 玉超 ，Hello 新鲜柠檬，还好，那你请啊。Hello 明晶，看来你真的是为没有好不好？我应该可以吧？我这么认真努力上学，1000杯还好吧？整间直播间还有剩。对啊，顺便就是你知道，我们大家也可以喝一杯，然后工作人员一点这样。哪边领饮料？哎，找包奶员。金元宝来了，在哪里？明晶吗？哎，真的耶，金元宝来了。1000杯发不完，包布等我台圈店那个发大财再说。哎呦，还有台圈店哦，不错哦，宝奶员，嗯，会挑哦，但最近小心一点哦，听说最近有外资一直在卖。那我现在考你日文答出来吗？答不出来。社会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努力不一定能成功。哦哦 ，Hello Kevin， 可以外送吗？哎，对啊，我们要送到那个韩国哎，我们要送到韩国给我们撒腰哎。Hello Kevin，Hello 船长，你要领饮料吗？你找包奶员领。他说他要请1000杯饮料。这次试单握手会总握手会超过200张的粉丝都被归入不屈的30人众，是什么意思？握手券超过200张粉丝都被归入不屈的三十人中，是什么意思 ？Hello Camille，Hello 秦湖，自己的宝不记得了。Hello Notin，Hello 小公主 ，Hello Vivian 梦 ，Hello 龙龙，我可以喝10杯哦，谢谢宝奶员。最近厂还烧起来啊，小伙，真的假的？
Hello 叶枫 ，Hello 小俊儿 ，Hello 沙优的我帮他喝，沙优的你帮他喝，沙优有同意这件事情吗？有人出冷冻运费再说，哎，对哦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这样，不然这样就是你少买一杯，然后那一杯的钱你用汇的给沙优，让沙优自己去挑他想喝什么。保奶员跨海送 ，Hello 阿公好帅，韩国炸鸡，韩国换成炸鸡，自己买自己买，煮什么心啊？自己的宝都不记得了，我记得，30人中都是大户，例如笑笑。Hello 笑一宝宝 ，Hello Misa Wa Yuki，Hello Yuki，Hello 笑一 ，Hello 楚雄 ，Hello 北极熊。沙优可以在韩国喝完，原来把汇钱给他，我也觉得999杯啦，没钱。Hello 飞喵喵，领取编号前30名的都是大户哦，真的哦，了解，那是谁啊？是我们的肯德全大户吗？还有我们的槟榔大户是宝宝吗？我小户参见各位大户，哎。不要小看我们直播间很多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飞镖工厂的那个转飞镖老大。还好我是31号，真的假的？桃瓦哥你是31号，是栗子大亨，你想多了哦，是这样吗？什么大户？飞镖大户啊？还好我差各位很多，哎，你不要小瞧你自己，你是蓝莓大亨。Hello 金子呀，自己说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，是桃瓦哥推荐我的吗？哥你，哦 ，Hello 3岁，我小户，我也小户，栗子大亨啊，对，是栗子大亨。Hello 周明，每个都大户，我小小，我也是，我是迷你猪的仔仔。我又蓝莓大亨啥？你是蓝莓妹妹啊？我纳米户，纳米户是什么意思？树宝宝，小小鸟，对，我是小小鸟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哪有我大户？你说我吗？那我是什么大户？比较好，迷你我奈米。我想听一首歌，我是一只小小鸟。好啊，我们等一下来听肯德全。体贴我推荐的另外一首《藏不住》，好，你等一下来听《藏不住》。Oh my god， 他在吃饼干，可恶！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，是我对你说不出。哦，这首歌也超好听的，千千万万，大家等我练一下。这首歌超好听的 ，Hello 茶无耻，浪费粉丝券的大户，好，肥肉大户。才没有嘞，我没有浪费好不好？我这次很可怜哎，我这次都被抢哎，我都来不及反应。开车子的大户，我是开车子的大户，高分贝大户，我也觉得我是分贝大户。Hello， 新鲜柠檬，参见楼上大户，你说肥肉大户吗？是吗 ？Hello。开心哦，你被呛很应该吧？才没有嘞，我才没有很。
球棒呀，好可怕、哦！想看阿力后腰翘足足啊！对啦，我刚刚内心里是这个啦，这个，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太暴力了，儿媳子，请动物理剪刀脚。你说现在吗？所以叫阿力摔他的效果、啊，为什么？你的 CP 很多吧？是他的最爱。我是一帅，好吗？这首歌我也很想练，这首歌超好听的。这首歌是《失恋阵线联盟》加《不怪他》，前面那段真的超洗脑的，你们听。接着日落，这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去过。住的 rapper 算得上是他的喜欢。DDT 是什么？被摔啊 ！DDT 是什么？后腰桥就是德式啊、哦，就是德式被摔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只知道它叫后腰桥，可是我一直记得它是叫什么桥，忘记了。为什么我想到的是 Undertaker 的墓碑落下记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啊？的拳？没有，我也没有看到妈咪。不要那么诚实，你不要偷摸腿。谢谢。啊啊！怎么了，飞宝宝？我们组队去组家打棒球，哎、欸，我之前有打过棒球哎、欸，小时候我之前有参加过棒球，我是投手，嗯，打击手，我这样子是右打击还是左打击？左手在前是右打击还是左打击？还有 R 扣，上面都是摔跤的、啊。Hello 志宏，他听起来有点像 MCJIN。好像不是。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，他有一种人。猪不用动，六万 night， 六万 night 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蓝莓妹妹，猪猪当球，才不要。所以那个 rap 是谁唱？它上面是写一个十八 club。但是又有一个什么 69吗？还是什么6IX9INE 是怎么念？旭哥是吗？高尔夫也可以猪猪当球，我这不知道是谁唱的，我只知道了了了。猪猪当球可以踢的球足球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古代的那个东方的那个叫什么蹴鞠吗？还是局蹴？蹴鞠还是蹴鞠啊？前面都在讲摔跤，所以我都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树宝宝 ，Hello， 鱼萍，你打出来看看。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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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刷了马桶还是有臭味？因为异味因子。差点按错，差点按成发红包。啊，蹴鞠是的。宫本茜新登场，日本革新科技，只要一压，不止强力消臭，更能抗菌防臭，持续清新。这怎么念？日本第一宫本。这个怎么念 ？Hello Lucky， 嗨，我要踢足球。来个月面咒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首歌吗？飞镖镖，还是它是一个技能？发啊！这跟六九啥关系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是饶舌歌手哎、欸，真假的？我不知道。美国的，好，那我难道我打错了吗？没有啊，刚刚两位疑似开车，
我跳过了，我也不知道，跳过了跳过了，还是竹竹干脆使用金币钩，那是什么？这样吗？我好像，好像知道，好像知道。我怕我会被笨掉。鳄鱼又，我唱歌好好听哦。塔卡什么认真？塔卡西，真的、哦、塔卡西我有听过，可是他不是，他是旭哥。Hello 阿哲，他名字就是这个吼。我不知道，可是好像不是。塔卡西好像有听过。Hello 博成，好像我对美式 rapper 没有那么熟。说这么多摔角器都不如祖祖的阿姑经济嘞，可怕。阿姑经济嘞，好人好 ，Hello Lucky，Hello， 嘿嘿，女打仔了不？对，我是女打仔。今天露额头 ，Hello me， 好好喝哦，低卡养乐多多，养乐多 light， 谢谢博成的彩虹糖 ，Hello 阿贵仔，养乐多不是一个饮料的名字吗？还是它这是它的牌子啊？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。它没有名字哎，它这个产品没有名字。哦，好像是它的名字哎，它叫它的没有品牌名的话叫。活菌发酵乳，活菌发酵乳，活菌发酵乳，对不起，活菌发酵乳，活菌发酵乳，300 light， 哎、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，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饮料的名字，哎，就原来它是一个牌子。Hello， 杨公公。它就是活菌发酵乳，对，我鼻子长痘痘超痛的，很痛。你什么都不要念比较好。我怎么知道我们人生中有这么多的牌子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嘿，嘿嘿 ，Hello 米卡，我都讲300 light， 好，我现在讲300 light。Hello 鳄鱼药。就羊圈圈，谢谢羊公公的彩虹糖，真的是哦。啊，对了，大家今天我只能播到9:30，因为我要休息。我今天喉咙怕不受不了，不能播太晚。祖祖，祖祖也是一个品牌名啊。鼻角一颗，鼻尖一小颗，鼻尖没有，鼻尖哪里有？没有。这个你说这里吗？好，博成，我也觉得你该多多休息。嗯，我的喉咙今天真的是，好啦，身体重要。笑死，那个是 Six， 是超人名字吧？旭哥才是本体，真假的？现在是怎样？你听你那磁性的声音，性感的声音，今天是性感的猪猪，还卡老盘呢、啊，哼啊，对呀、啊，哼啊，还有柠檬花园，谢飞宝宝啦 ，Hello 小英，我都不喝那种东西的，我都喝少女的饮料，活菌发酵乳。那个牛仔很忙，什么他什么我都点牛奶还是什么 ？Hello， 福福猫，
Hello， 若彤的君伟。若彤是我知道的若彤吗？少女饮料舒跑拿铁吗？嗯啊。Hello， 普拉斯。嗯啊，上个饮料是宝宝。Hello， 福福猫。那性感的声音，请你早点休息。好的，可以关了，这么快吗？Hello， 小英。一个后退直接硬糖发黑，为什么后退硬糖发黑 ？Hello， 戴可夫基塔，刚那三杯三八是哪位？舒跑是不是也不能说啊？舒圈电解水饮料可以吗 ？Hello， Danny， 那我不喝。谢谢小一的小浪花，恭喜中奖，恭喜中奖。数到五直接关，一二三四五。哦哦，三杯，你饿了吗？没有，还好，没有很饿今天。Hello， 玉安，我今天吃蛮饱的，我今天吃了香蕉，吃了茶叶蛋，吃了热狗，吃了不是它是不是热狗，它是香肠，一点点香肠，然后又是茶品牌。哎呦，我们身边怎么这么多品牌？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然后吃这个，然后喝木瓜牛奶，然后西瓜还没有吃。哎，我还有西瓜可以吃哎！三杯不够，那一手好了，我等一下再吃好了，我等一下结束吃。谢谢嘎逼的小浪花，三杯不够那包我，不行。超饱哎，真的超饱，我今天吃超多的。改成品牌名字会不会不念？会，我就不念你的名字了。哦，昨天喜欢的这首歌《头号甜心》，你是头号甜心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。啦啦啦啦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来放一个什么？有没有？以前的快歌。不爱不爱，才没有最爱哟。没有吐初恋都不算多。为什么要吐初恋？什么是吐初恋是什么意思？不能唱歌，我只能跳舞了。马奇欧，的那首初恋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才没有最爱，有爱你们最爱我了。很老的歌啦，没有吐出来啦。什么意思？哦，那是一首歌，是不是？啊，妈咪，还有小蛋糕，谢谢终于的玫瑰。谢谢小蛋糕带我走。今天这个唱超好听的啊，原来不是。对，我还没有吐出来都不算的，这样吗？谢谢周颖的文手椅，又在丢高。我是头号甜心，但没有最爱。蓝妹妹妹啊，你好适合头号甜心哦。你以后名字改叫头号甜心，然后 dash 蓝莓妹妹，快去改名字，快！这表情我刚去做。Hello， 玲玲神推是玲玲保护队吗？
些奶包奶源的话，资金水表情景没有爱。Hello 西兰，现在是只有不只有声音，还有视觉污染。Hello 玲玲，谢谢北极熊的爱的小熊。看你摇成这样，我开了声音进来，于是我决定继续离开。Hello 103，谢谢 Gabby 的文手礼，我才不要嘞。Hello 北原山，呜呜呜，事故，哦，哇，在玩吧哇。请前真警告哎，甜心之前有人用过嘞，那你就是头号宝贝，头号宝贝蓝莓妹妹，快点 ！Oh my god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小英，小英怎么不见？还敢吃苦，吓死我了！这首歌超好听的，叫《孤岛心愿》，很好听哦，很好听。这些都是我最近新刚刚那频道了哦。对呀、啊，城堡，是吧？我该听了，值得。赶快喝掉。Hello 饭团，还有茶无此人。头号宝贝 ，#，没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你讲我就改嘛，很可爱，头号宝贝，来妹妹妹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蛮好笑，这蛮好笑，别管我们了，你专心清理，我会默默的消失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洒出来，没有洒出来的是。是没有的。啊，倒了，怎么讲那么淡定？陈导，对，它是活菌发酵乳，好喝。还好它不会乱搞我。有啊，就保奶源啊，奶源啊，保奶源，奶源。它就是本来叫原奶宝啊，它现在叫保奶源了，你知道吗？哈罗姐，没有你拿卫生，没有你拿卫生纸吗？哎、欸，我拿卫生纸啦。哈罗吉米粥，我刚不是转头拿了一张卫生纸吗？其实这几首歌我都还不会唱，没有宝，没有源，有啊。强制更改奶冻卷不见了，对，奶冻卷很早就不见了。谢谢吉米粥的小浪花，是那颗流星。大家都比猪还紧张哎 ，Hello Danny， 为什么？那你还说没倒，没有倒出来啊，一点点就一两滴的，滴两滴的。Hello Danny， 一滴两滴的，一点点而已。的机遇没有缘，好了。你说没有没有缘，保奶缘没有缘，保奶是吗？感觉好像一个什么饮料的名字哦，就是什么感觉好像里面有那种奶霜，然后奶昔类的保奶，然后喝起来很饱很饱这样。一点点不用擦，用舔，哎，好恶心哦！这桌子我很久没擦，有点恶，我很久没擦桌子嘞，好像不太好。我还是会让它变成是我家的，还好不是马冻卷，不然就是宝马。宝马，汗血宝马，我要退，你来不及了，宝奶源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托鲁奖，哎，发现托鲁奖没有圆呢、欸，
圆托鲁，还是圆鲁奖？圆鲁奖。汗血宝马 ，no no no， 我在讲成语，我从来都不改的，你也要退？为什么要退？为什么我的手机忽然自己荧幕暗掉了？什么意思？无缘有缘，大家来做来作伴，来做伙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城堡名字已达上限，那好吧，索罗 Hello 居民，圆托奖。圆托奖要推要留小指头嘛，嗯，轻则小指头，重则小手掌，想试试吗？流浪到淡水的歌词，真的、哦、哪一个流浪到淡水？城堡很会哦，无缘有缘哦，噔噔噔噔噔，给来这位是吗？直播为什么会暗掉？我不知道，我直播忽然间刚不是直播，我刚刚看一看看一看，忽然间荧幕暗掉。要退的举手，轻则留小指头，重则留手手哦。我手机不是手机，我电脑要没电了，我要拔掉了。我怎么听到城堡？对啊，玲玲吧，指头或手掌，我们在。没有没有，你们在一个叫长颈族的长颈帮，你们已经切下了那重要的。Hello Steven， 城堡在宝在宝在宝城，在宝城，宝宝宝，我好想吃饼干哦。不行，要白天吃。嘿，谁跟你场景啊？场景帮是什么？我不确定，我们要指对，但大概在这个地方，对吗？抱歉，大姐，我要退。哎，大家有看过一部片吗？它是一个韩国电影，然后他在讲说有一个男生，原本是这样，对，然后结果后来他遇到了一个类似像全身瘫痪的人，然后他快死掉了，然后他答应照顾他，照顾他以后他就可以获得一个钱，不是冠军大师，然后他其中有一段的时候，他就是说他要离开那一段。韩国电影，呀呀呀是啥？呀呀呀，呀呀呀是啥？呀呀呀，钱？我忘记他那部片叫什么了。就是呀呀呀，黑圈圈的。习惯了，我怕我讲这个又会被 ban 掉，所以我要小心讲话。黑圈圈到，然后他要离开他的那个，然后但是他们当初是一起打下的那个天下，这样。然后，请不要这样吃饼干，我好痛苦。这就是我想要练的给大家听的歌。有危险就不要说，不是无间道，韩国电影。那你讲日文就没事哦，是这样子吗？谢谢命的告白气球 ，Hello 钟颖 ，Hello 索隆，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，色温怪怪的，真的假的？色温怎么了？大家，我想要问一下，是谁有已经确定有
祖祖的好运踢了，谢罗杰的戳戳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好多好多戳戳我，谢谢你罗杰。Hello 彩虹花，谁有？今天祖祖的额头好看，很美。快快快！我有，我确定没有，真假的如果都没有了，我确定要退了。Hello 北极熊，有，哦，没有。Hello 彩虹花，阿春我没有，希恩要退了，举手，松山记得明信片画多画一点了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好。好的，是说的那个吗？生日的那个吗？好，米粒是什么？没有人买了，好了，我买了，耶、！Hello， 脚印幺耶，咖啡耶，飞镖，从来没有买过圣诞T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那我期待。等你为我破例的那一天，如哥哥，圣诞 T 的明信片啊，好，我会多画一点的。你们想要看什么样的画？我画画超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的画画真的超好。你们等待我的。什么是圣诞 T？ 就是生日的时候会有卖圣诞 T， 是我设计的哦，是 me 设计的哦。是我本人设计的哦 ，Hello 卡拉，你是我的 first time 吗？真的假的？谢谢头号宝贝蓝莓妹妹，第一件献给祖祖，耶！谢谢罗姐，很棒，很棒。我决定留一件避嫌，很棒，宝奶也很棒。出货就知道我有没有买了。好，谢谢罗姐又给我一个戳戳我，谢谢罗姐。Hello， 天平会生日都会有啊，对，每一个月生日的人会有一个生日 T。你不喜欢凤梨，所以没有买，一切都是凤梨的错吗？其实是我的错，那是我，那不是凤梨呀、Hello YCCC，Hello 你好，凤梨 T。玲玲也会有吗？玲玲到时候应该也会有，应该，正常来说是会有啦，应该是，她应该玲玲是七月底还是八月生日？我们坚持是凤梨，生日会前会出玲玲，到时候也要画，有凤梨吗？对 ，Hello 阿川 ，Hello 东东 ，Hello 钟颖，生日会出，对，明明就是。不是，不要再跟我争辩了。八月，那他大概七月的时候会开始预卖，对，然后，前置作业我就不多说了，这个你就是到时候可以请玲玲去问一下其他人，对，或者是我等一下私底下他如果有问我，我再告诉他，对，就是私底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，我就不跟你们大家说了，这是秘密。这就是你们说，我们是提前很久很久很久，我们就已经会开始准备。你知道我们准备了非常多个月，然后多用心，你知道是经过好多好多的时间，日积月累，有钱就是有钱，制作业，好冷，说什么了？凤梨啦，不是凤梨，最近凤梨很热门哎，不是。Hello 东东，二期生的第二件，真的，第一个是妮妮吗？我错过了凤梨。志豪啊，北极熊，心影伤，印记。你用心弄颗凤梨给我吗？谢谢 WZI 的看好我，反正设计出凤梨我也很接受。不是，我是第三届，那是谁？妮妮。我一直觉得我的背好痒，可是到底是哪里好痒我都不知道。念榜了吗？还没。第一件是妮妮啊、哦，对，我忘记
起了，对不起，卢卡。我回来了，欢迎回来，博成。什么不早说？我去公司，我公司今天送凤梨耶。不要再跟我讲凤梨了，我要疯掉了，空掉是什么？左左晚上去睡觉了。好，没问题，如哥哥。然后我下一次直播时间是星期五哦，用不求人抓。我录了不早，还敢忘记我的录卡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我没洗头之外还没洗澡，所以被痒。不是，是我今天这件衣服毛毛的，而且我今天过敏很严重，所以好像是这件毛毛的关系嘛。空掉，脑袋空掉了。Hello， 福福猫，还有新人，还有 Andrew， 可以靠墙抓背啊，你的猫咪吗？不要讲凤梨了，改讲旺来，旺来，旺来，旺旺来，没有不求人的话就靠墙抓，猫咪。我前几天在看一部电影。就是在看他看第二次，我之前看过一次，然后陪猪妈看第二次。那部电影叫《极地之王》，大家有看过吗？我觉得里面的那个狼狼好可爱哦，啊 ，Q Q， 旺来不就是凤梨吗？对呀，可以开始被磨墙壁了。我想不什么真假，谢谢谁的赞，谢谢 W 的一万个赞。Hello 博成，因为这个贴纸在这里，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可以学狗狗地上滚了。怪兽之王，怪兽之王我不知道，怪兽之王是什么？竹竹摇的真好看，真的哈。猫咪不都是这样吗？喵，喵，喵，喵。谢谢踪影的小浪花。猫咪没有这样，有，怎么会被痒？我想你应该是耳朵痒，因为你在想我吗？嘟嘟。谢谢博成的玫瑰，谢谢城堡的星星一元版。迅猛龙，太大只的猫咪了，恐怖主。最近看《当男人恋爱时》，好笑好可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，昨天有推荐我，是你推荐我的吗？还是别人推荐？Hello， 哦哦哦哦哦耶。Hello， 志祥和 DJ One， 这感觉中暑了耶，我们不如把它拿去三宝。三宝是什么？不去消化。哦，不去消化。忽然之间打了个哈欠，那个蛇有像恐龙，真的，恐龙是这样。樱花三宝啦，三宝啦是什么意思？樱花三宝，哈喽，魔鬼终结者 ，I'll be back。三杯啦，什么三杯？三杯鸡吗？练习很累吗？没有，今天还好，今天没有很累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可没气了，就打哈欠了。宝啦。我很喜欢恐龙哎，我前一阵子之前玩了一个养恐龙的游戏以后，就觉得天哪，我好想要养恐龙啊！还有小猪，然后我昨天看了那个《极地之王》，好想要养狼哦。还有那个樱花组限定星星大战哥吉拉，我是哥吉拉。他用音量赢了阿潘前辈，我的阿潘前辈吗？樱花三宝是祖祖小慧阿丽哦，我们是三骑士，我们是那个黄金新三角。Hello 阿优，
你有想养宝吗？我有好多宝哦。阿潘是金牛。我没有说啊，我没有说我要对潘潘前辈啊，我没有说我要对阿潘呐、啊，我没有说我要对潘潘。Hello， 枯梅 ，Hello， 索隆，好想养祖祖哦。你确定？因为要组乐圈，只好用网页版。好，祖祖是哥吉拉，我相信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相信我是哥吉拉？哪里养猪我也要。可是我已经有那个了耶，我已经是心有所属了。我叫阿丽，他就说 sorry， 何姿养蛮像，哥吉拉是祖祖，金刚上不是我说的哦，罗晨说的哦，大家截图传给潘潘看，去传给潘潘看，猪很好养啊，只是养不到，真的。我让他养嘛，我要来念榜榜哦，各位，九点半了、啊，我又没声音了，我要没声音了。第十五名特鲁江，滴滴滴。第十四名保奶员，保奶员，谢谢保奶员，谢谢天圈鼠，布布。第十三名赤木，谢谢赤木。第十二名飞宝宝，谢谢飞宝宝。第十一名博成。第十名钟颖，嘟嘟嘟。第九名小英，嘟嘟嘟嘟嘟。第八名北极熊，嘟嘟嘟。第七名小蛋糕，嘟嘟嘟。第六名晴晴，嘟嘟嘟。第五名咖啡啊，选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，很好，嘟嘟嘟。第四名 WZI， 嘟嘟嘟。第三名。妈妈，好可爱的贴图哦！廖明明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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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第一名罗姐，你那张头贴真是太漂亮了，你真的是最棒！那张超美，很好，会选照片，嘟嘟嘟嘟嘟嘟，飞镖镖，往更好的移动前，张颖嘟嘟嘟。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，给我五秒，一二三四五，刷可爱，这样吗？还是给我五秒装性感，可以吗？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我跟大家说拜拜，飞波波，拜拜，钟莹莹，拜拜，罗姐姐，哦，变姐姐了，拜拜，蓝妹妹妹，哦，你本来就已经应该叫罗姐宝了。保罗杰拜拜，硬要不要？罗宝杰拜拜，钟勋拜拜，索隆拜拜，87%在搞建筑，飞宝宝拜拜，志祥拜拜，罗宝杰拜拜，特鲁宝圆托鲁拜拜，周颖宝拜拜，颖宝宝拜拜 ，Rock 宝拜拜，洛克宝洛克。洛克宝好了 ，Rock Baby， 嘎逼呗，嘎逼也没有宝哎，嘎逼宝，嘎宝逼，好像是，宝嘎逼，宝嘎逼，嘎逼嘎逼逼嘎逼嘎宝逼。飞宝宝拜拜，宝洁是抄袭，为什么有人叫宝洁了？是不是？秀一宝宝拜拜，晚安 WZI，WZI 你才是太难加宝了，怎么办 ？WZI 宝拜拜，博成宝拜拜，那、啊、不行，宝成博宝成拜拜，咖喱鸡，晚安博成成宝拜。宝博宝成拜拜，拜拜新鲜柠檬，宝洁就是真的假的？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不是一个人哦？怎么办？罗宝洁完蛋了 ，Sayo Baby 拜拜，小月喵喵拜拜，我要关掉了呢。给我100分呐、啊，给我100分。我爱你们哦，星期五晚上见，星期五晚上9点，
罗宝杰你怎么看？本来就是有这个人啊，真假的？好，撒哟，拜拜，赶快去整理行李。钟颖，拜拜，不拜不拜，袁祖祖麦过来。拜拜 DJ One， 拜拜志霞，拜拜气耳朵，拜拜无料赌徒，拜拜蓝莓妹妹，拜拜夫妇猫，拜拜城堡，拜拜鱼